的年度歌是老派约会之必要。对了，要睡了，可以要个晚安吗？晚安，顾星仔。老派约会之必要，那是歌名啊。谢谢你的一百小提点。换成恋爱，我也没看过换成恋爱。嘿，主播可以跟我说。哎，认真。可是这个讲这个不是会被 ban 吗？这个会被 ban 吧？哎，你会被 ban 呢、欸？你还好吗，金门人？这样大丈夫？